这个也就是所谓的功夫不得力哦。那么功夫到底从哪里来？从一个初学者，一定是从他的熏修的频率不够哦，熏修的频率不够哦，也就是说一门深入的后面那句长时熏修不足哦，长时熏修不足。那么你长时熏修不足的那个你自己，跟长时熏修很雄厚的你自己，自然就不同了、啊、哦。那你们讲的这个都已经是到了结果的运用了，那结果运用叫做见真章啊。 对不对？哦，境界线成，见真章。见真章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考验你平日到底有没有练功啊！啊，所以老祖宗讲那个叫做练功，对不对？那那个练武不练功，到头一场空嘛。哦，那尚且人家练武只是不练功，人家还有练武啊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么我们修行哦，你平日都没有去不断提升这个频率，以前我常讲的。 这个人多不少，见缝插针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保持不间断这些概念，如果你没用上的话，在你学校过程的没用上的话，你在面对人生现实境界，你一定使不上力。那使不上力，你就会误解，你就会回过头来说啊，原来学的东西没用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一种误解，你不会去反思到说我的方式不对。好，那方式是什么？方式包括那个态度嘛，就是说。 你这一个人面对这件事情的的这一个属于你自己的部分不对，而不是那一个圣贤教育的那一个理路不对。可是我们人，你看这又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劣根性，我们一下就会判定外在的那个哦、喔、给予我的这个知见不对，对不对？我们不会去反思自己，啊，事实上连反思的机会都没有，因为我们太习惯了嘛。哦、喔，你看现在人读书的的习惯就是。 我看你背书懂了就就就就是了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会了。哦，你看这个会又很抽象，那你到底会到什么程度？好、哦，你只是会说你背起来这一句话这一段文字了。哦，你用你小脑袋瓜理解了它的意思，那它的意思有很深度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好、哦，那最深度最最深度的意思就是你做到。那换言之，从佛法的角度，他讲的很直接了当。 就说你没做到，你就是不会；那你不会，你就是不懂。哦，佛法讲的很简单，那我们世间人给自己留太多的余地，所以我们都说我我会，我懂，只是做不到。那你看标准落差太大，所以你在修行，为了修行得到你幸福美满人生的日日子，你这个修行，你就要去把它的标准拿捏出来。 你看，又有两个字标准出来。这个标准在《诗经》也叫做规矩，对不对？规嘛，规圆规啊、哦，就是以这个圆的标准，你才能画出一个圆嘛，对不对？那个叫规嘛。啊，矩就是方嘛，画方的。你以方的标准来画，它才能画出一个方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这个就叫规矩等于标准了。所以，如果你不能把这些文字背后的义理哦接通的话， 你就会误解这个文字，比如说我们之前也谈过这个守规矩，对不对？那现在的你觉得守规矩就是八股，就是牵制我们的潜能，牵制我们的人性什么等等等，就一大堆这个。好，那你这时候就对法出来啊？有一个牵制，必有一个被牵制嘛 <coughs>。那你所谓的人性的定义又是什么？所以我们都活在一种误解的时代，好的生命状态里头。当你是这样的一个概念，你来学法，你就会踏入误区。 你看啊，事实上不是你踏入误区啦，是你本身就是误区啦。啊，所以你走到哪里都把正确的感染成错误嘛，哦，啊，你再去理解，所以你这样就生生世世不得成就啊，所以不要说我们现在做不到，我们生生世世都做不到了，哦，那也就是说，这你生生世世要做到，你现在就不会来做人啦、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你来做人，表示你有太多的标准不到位，哦，这时候这种用词大家可能会比较接受。 那如果换个用词，你看大家又要起反感了。你有太多的规矩都没守住，对不对？哦，也就是说你太坏了，对不对？你都不守规矩，你甚至是都不守规矩，所以你这一辈子，你面对到人生境界的问题，你对峙不了，哦，解决不了的意思，哦，会有这样。所以要怎么办到？你得要尝试寻求，不间断。好啊，这个不能跟别人比，因为每一个人的个体的基底都跟别人不一样。 所以你要跟你自己，我要有实验精神，然后我花多少时间哦去接触，跟花多少时间去接触，这这个要去体会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去实验一下嘛，我这一个礼，我这一个月，我满满的四个礼拜，对不对？我天天花八小时去涉猎一门，去接触。 然后我我我我的感受是什么？一个月总结，那么你下一个月你花两天就好了，你其他都是你原来的吃喝玩乐去，对啊，你再去感受你那个时候的人生是什么，你就可以自己对比出来那个门道了啊、哦！所以那个叫做练功，所以为什么人家佛教常讲功德功德，对不对？哦，修功有德叫功德啊，所以那个功叫功夫啊，那。 你所有的这一些运作都是一个功法，有功法就是你的运作的成不成熟度就叫功夫啊。那你练这一个功有所收获，对不对？哦，满意啦，哦，你最后满意了能解决问题，这个叫收获嘛。那这个有了你才叫功德啊。那如果你天天在练，你都不能解决问题，你就没功德。对啊，所以常常在那边功德回向，功德也不知道在回向什么个意思。 所以一定要长时寻求，对啊。那当然，长时寻求对一个学员，他要自己去创造啊。所以，只闻来学，不闻往教啊。事实上，老师什么哈，这些都在，是多数人不愿意自己去亲近的、啊。那我们多数人都会等到出事情不能解决再来寻求。只要你是这个态度，你这一辈子就不要说了生死，出三界，你这辈子连什么？ 连幸福美满稍微有一点气味，你都不可能达到，对呀、啊。连世间法的、人道的幸福美满，你都不可能达到，对呀、啊。